包括咱长，好安尼壮甲强，咱为着要来甲强迎咱的五度五股开台尊王过路，所以你甲看嘛，遇到咱罗华地主会使讲甲咱开足侪钱，啊来甲咱赞助提供咱的连续两天的这个欢乐晚会。所以即卖伊完要来甲感谢着咱的本村的大家长，哦，咱的陈庆礼村长，也佫有咱的主任委员蔡王元蔡书记，也佫有咱代表会主席蔡志山，也佫有咱的代表会咱的梁庆东，也佫有咱的阳新工程行的董事长柯义元先生，也佫有咱的宽顺公司董事长叶克明先生，也佫有咱的宽顺公司的叶经理哦叶书记，啊咱这个经理，台友加油站的这个张董事长，也佫有咱的弘毅展兴业有限公司，咱的林志兴先生，也佮有咱的耀荣室内装潢哦，林志荣先生，也佮有咱的和悦工程行的廖昌聪先生，丰泰车房的许国松啊，咱这个董事长吼，也佮有咱的卢培宏先生。詹金春先生、蔡庆峰先生、王安全先生、周明基先生、罗坤廷先生、林坤志先生、柯来顺先生、蔡基贤先生，也挂了黄秋金先生、林建荣先生、郑振辉先生，也搁有咱的罗培坤先生、蔡宏明先生、黄怡仁先生、蔡基明先生、周冠贤先生、周冠林先生、林秋林先生、李明华先生、郭君胜先生、林元科先生、柯金平先生，也搁有咱的郑宪义先生，也搁有咱的郑景莲先生，也搁有咱的周同宏先生。周崇邦先生、柯进德先生、周泽煌先生、林俊恒先生、陈元贵先生、张元坤先生、卢西化先生，也佫有咱的李建伟先生，也佫有咱的刘宗端先生，也佫有咱的周文鼎先生，啊，咱这几所给咱提供来给咱赞助咱的两天吼，连续两天的这个欢乐晚会。那么伊完要来甲感谢着咱今仔日所有甲咱出钱过出来的请主大哥，感谢恁的提供嘛，感谢恁的赞助，嘛必甲唱着恁大家会当真好波平有路，会当步步过人来相助，嘛必甲唱着咱今仔日所有的请主大哥，恁今仔日开偌济，啊连讲会当加赚回几啊千，搁几啊百，万万倍。那么咱今仔日的请主除了讲有甲咱这个宣布以外，也够有咱的伫咧电视墙吼，啊，咱每一个拢有甲咱写甲足清楚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来，那么咱节目速速过来甲安排介绍，啊，来许佩玲，卡肉手肉骨来吃冰大做吼，来佩玲要来甲咱带来咱的一首《多情玫瑰》，来，那么咱共同欣赏，安排非常好听，轻松的台语歌，感谢欣赏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安老板，多情玫瑰。最无你的阮的心在哪里？面对你的身边，已经人着一个含泪的玫瑰，总是含泪来刺伤自己。不愿看我苦苦无天笑我无志气，因为爱过分过，我无勇气做我家己。冷冻夜灯火，就在无言的城市。茫茫的爱，我来一份情，伤心独情的野玫瑰，梦出
是含泪在痴相思意，不惊看我苦苦，无惊笑我无志气，因为爱过分过，我无勇气做我家己。冷冬夜灯火照在袂冷的城市，戆戆的爱我来一份情，伤心到一个夜玫瑰梦初戆戆的爱我来一份情，伤心到一个夜玫瑰梦初开。好嘞，那么特别来介绍带来咱的这首来轻松的这个歌曲。好嘞，请为金玫瑰，感谢谢谢，多谢多金玫瑰，多谢你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谢谢。那么咱一首非常轻松的这个单曲歌，多情的玫瑰。